宋朝立国于公元960年，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。宋太祖赵匡胤建都于汴京，即系而家河南省开封府。宋朝又分为南宋、北宋。宋高宗因为要逃避金人嘅追击，喺1127年将首都南迁至临安，即系现今杭州。迁都之前称为北宋，之后就称为南宋啦。后来更因为蒙古人追杀，宋朝最后一个皇帝宋帝昺走难到香港，忠臣陆秀夫孭住宋帝昺投海自尽，宋朝于是覆亡。呢座城门，时间立刻倒退咗1000年，你亦都即刻成为宋城嘅贵宾。由而家开始，你又翻到去古代，跟住你所睇到嘅节目，可以话系目不暇给嘅。呢度嘅一屋一处，都系参照住北宋张择端嘅名画《清明上河图》仿制嘅。宋城亦即系汴京城，系北宋嘅首都。呢个时候正系宋朝国势最盛嘅时刻，所谓国泰民安。宋城为了保留住中国千几年前的风貌和文化，设计构思尽量仿古。城中这条河就是汴京河，又叫做伊水。这一间古色古香的茶寮就在河边，在这里品尝下中国的名茶，欣赏下宋代美女为你演奏古筝，你说几咁风雅呢？仲不时会见到啲咁美貌多姿嘅宋代少女添。宋朝文风鼎盛，各方面嘅艺术成就比起以前都有好大嘅突破。呢一位画师聚精会神咁画紧幅水墨画，画艺几精湛。呢位系雕刻名家，佢用嘅料系上佳嘅杉木。原来宋朝嘅建筑物主要系用杉木做成嘅。宋城入面的梁柱都是用这些这样的木刻一块一块镶嵌而成的。这块这么小的木刻要雕上这么精细的花纹，都要用3日的时间才可以完成的。宋代当然没有衣车啦，这位女士要一针一线地跟她的家人缝制衣服，看看她手工几好。这里所有的工艺品，你除了欣赏之外，大可以带一些适合你的回家赏玩，或者是送给亲朋的。宋代的人对掌上命理是很有兴趣的。来到这里，你都可以请教一下这位上士，预测一下你将来的运程。这位夫人这么开心，当然有喜事了。没错了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原来他就快要娶媳妇了，全个城即刻热闹起上来。连这位做饼的师傅都开开心心地赶制糕饼，用来招待贵宾。这些就是他最拿手的杏仁饼了。如果你有兴趣都可以试一下的。大喜的日子终于到了，家翠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抬着花轿来接新娘过门。经市中心引嚟唔少市民围观，睇热闹嘅人个个都替佢哋高兴。新郎哥当然更不在话啦，睇下佢笑得几开心。
扭让一番之后，大冚姐先行，丫鬟就扶住小姐同新郎入屋交拜天地啦。然后呢，就系大排筵席，大家开开心心饮翻杯喜酒啦。呢一边亦都好热闹噃，原来佢哋载歌载舞喺度庆祝丰收。呢一只舞系讲个农家嘅少男少女喺丰收之后盛装夺米去郊游嘅。佢哋经过嘅地方山明水秀，梗系好兴奋啦。其实咁样亦都系有益身心嘅。可以欣赏到不同地方的剧艺表演项目。嗱，而家睇到嘅就系《母宠杀嫂》。《母宠杀嫂》系《水浒传》里边嘅一段故事。呢个故事嘅内容系咁嘅，佢系描述宋朝嘅武将武宠，因为有要事要出门，佢嘅兄长武大郎同埋大嫂潘金莲就喺长亭相送啦。武大郎身材矮小，貌不惊人啊。而潘金莲呢，就生性风流，平日已经唔将武大郎放喺眼内噶啦。咁有一日，佢就认识咗一个浪子西门庆嘛。咁当佢同西门庆鬼混嘅时候，被武大郎识破奸情。咁西门庆一怒之下呢，就将武大郎毒死。武宠翻嚟见到，怒火冲天，就展开咗一幕生死战啦。而家就请各位欣赏下精彩嘅片段啦。亦都有佢自己一套强身健体嘅办法噃，就系、是、中国功夫啦。佢而家耍呢一套枪法，相传咧系由宋朝一位大将军流传落嚟嘅，的确系威风八面嘅。中国功夫系有深厚嘅历史，除咗刚劲之外，亦都有阴柔嘅一面。呢位师傅而家表演紧嘅叫做凤拳，呢套拳女士们都啱学噶。中国功夫认为气功同拳法应该系相辅相成嘅。嗱，睇下佢用支筷子顶住喉咙，啪一声啫，筷子就会断。睇住啦，好嘢！各位家庭观众，刚才嘅项目如果未有经过训练，千万唔好尝试啊！师傅又同我哋表演紧中国传统嘅杂技，叫做穿圈。要穿过呢两个圈，又唔可以碰跌佢哋，真系好难噶。睇下几敏捷。呢位师傅亦都不甘示弱，同我哋表演踢碗。企喺一张全木支撑嘅梯上面，已经系唔容易噶啦。
仲要将啲碗一个一个咁踢上头顶噃。冇多年嘅苦练啊，点都唔可以做得咁轻松嘅。呢度又表演紧平衡功夫啦，当然系要经过苦练嘅啦，臂力同埋腰力好紧要嘅。的确唔简单噶。就是有名的民間傳統雜技叫做空竹，本來是宋朝小孩的玩意流傳下來，再加上後人嘥了不少心思想出很多花式字演變成雜技，不知好看還有聲添的。哇，好危險啊，不過沒事的，不用怕啊。這幾塊磚不是裝了攝石，是純技術的表演來的。哇，他的表演真是出神入化了。砌好了当然要拆开他的嘛，真是挺好的。好嘢，我们大家给一些掌声他，咪掌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才得的。嗱，我们合作表演一套好戏，摆个靓还行去哪呢？他们拿着这么多东西，是不是去祝贺刚才娶媳妇的位夫人呢？啊，原来是来二郎神庙拜神，宋朝的人家家都是供奉二郎神的。二郎神真的很靓的，他们当然想找回个如意郎君，许回个愿先，看看他几咁诚心，连二郎神都好像被他感动答应他的要求，拜完神敲下钟一定心想事成的。宋城还有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蜡像馆，里面陈列了中国五千年历史里面13个朝代的帝王将相，共有70几个之多，而且不断扩大充实。宋城用了不少的工本，搜集了很多资料，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完成。每个蜡像都是精心塑造，栩栩如生的。他们是帝王将相，服装就当然要讲究，这样才显得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。这个就是古代有名的暴君商纣了，在他旁边的呢就是相传由狐狸精变成的妲己了。这一位呢就是推翻商纣暴政的周武王。中国的古人很喜欢捉围棋的，这位这么有闲情逸致的就是灭了越国的吴王夫差了。在他旁边的就是八大美人之一的西施，那边就开心了，但是这边的越王勾践就卧薪尝胆，处心积虑为求复国，用范乌奇的人头做礼物，竟然可以接近秦始皇，怎知道屠穷匕现，行刺失败。但是秦始皇已经吓到不知所措，看他几害怕。这位是宋朝最懦弱的皇帝宋徽宗，当时虽然有精忠报国的勇将岳飞力拒金人，但是因为秦桧弄权，一代忠臣终于被杀。金人之后又有蒙古人的侵略，在援兵追杀之下，这位忠臣陆秀夫孭着宋帝柄走到来香港，出之投海自尽。这位呢就是一手带起义和团之乱，引致清朝崩溃的慈禧太后了。这个蜡像这么传神的，啊，原来是蜡像院的守卫，不是蜡像来的。你是宋城的贵宾，当然受到热情的款待了。你看这位袁凯几好客，这一座豪华府邸就是宋城入面的大富之家，宋朝的达官贵人住的地方都是这么华丽的。大富之家入面摆了很多中国古代珍贵的文物，加上这里的陈设和这位袁凯的礼仪，再再表现中国深厚的文化。在大富之家珍藏了很多价值连城的古董文物，这座象牙雕刻唐伯虎点秋香是根据著名民间传说雕刻而成，内容是描述唐伯虎和秋香在庙宇偶遇之后入了太师府，他的文学才能得到太师垂青，被他在府中选择一个侍婢做妻子。作品就是描述他点秋香的情节，人物生动，表情逼真，而且装有灯饰，令人有富丽堂皇同埋高度的民族色彩感觉。这个明代的古董聚宝盘，相传在明初有个叫做沈万三的人，在贫穷的时候行过田边，见到有个打鱼的人预备将百几只田鸡剥皮，他心有不忍，于是又买了田鸡然后放了他。第日他再行过田边，见到田鸡围着个盘，于是就拎了回家作为装水的器皿。有人
佢嘅夫人唔觉意跌咗个银币落盘，突然间盘里边就变出好多银币。自此之后，喺新年嘅时候咧，家家户户都喜欢放一个聚宝盘，用以勉励子子孙孙，推广善有善报嘅美德嘅。呢一座就系新山玉珠宝塔，高十一层，每一层都系用稀世罕有嘅玉珠堆砌而成嘅，总共系有超过66000粒玉珠，而且喺每一层嘅塔里边有一个手工精致嘅玉佛，咁亦即系话有11个不同大小嘅玉佛喺呢座塔里边，而且佢仲系根据真实嘅建筑结构比例堆砌而成嘅。可以講得話係巧奪天工，歎為觀止啦。萬官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。有錢人家為咗要培育下一代有良好嘅教育，考取功名，所以他们很注重学习的环境的。这幅屏风就是选用一流上乘的宣纸制成，手工精巧。而墨砚也是古代文人不可缺少的文房四宝之一。好像古龙墨砚和中国开封出土的古代墨砚等等，都是非常好的书写工具来的。高十尺、阔三尺的明朝天工贺寿图，曾经在巴黎一间酒店的古董展览会里面展出过。它是用花梨木和象牙制成的，里面雕刻了120个不同的人物，他们在贺寿日子里面的欢乐表情，连贺寿的礼品和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都活现眼前，栩栩如生，手工精湛，天衣无缝。在大富之家里面另外还有很多珍藏，好像景泰林龙头花瓶就是了。另外还有镶龙珍珠、石刻屏风等，都是不可多得、价值连城的宝物。小桥流水，大家从现代化的都市来到这个风景秀丽的古城，都会有一种陶渊明坐着小船去到世外桃源的感觉。在城里面有一条桥是叫做红桥，而真正的红桥呢是可以容纳成千人的。根据清明上河图记载，桥上居如流水马如龙，现在宋城虽然是将它缩细了，但是它的建筑特点和它的款式基本上是没有更改过的。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做到美轮美奂，希望游客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受的。想体会下宋代人民的习俗，品尝下宋代的美酒佳肴，看下宋代的建筑物，了解下中国的古老文化，已经不是梦想了。只要阁下来临宋城参观，所有的景物都可以一一活现眼前。